你我都想过个有意思的人生，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做出抉择。出社会后，该累积经历、拓展人脉，还是建立计划呢？面对金钱、知识、健康、家庭与人际关系，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追求和渴望。每一个选择都考验着我们的决策思维和目标意识，也反映着我们的个性特质。你喜欢尽情冒险，还是精密计算成本与报酬？如果再年轻一次，你会怎么做选择？每个选择都会成为命运的一部分，反复地影响我们的人生旅程。因为际遇，我们拥有转职或实践计划的机会。丰富的经验虽然让我们拥有更多发展弹性，但该怎么做才不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机会里？该怎么做才能让过去的经验帮我们一把？如果你感到迷惘，或许可以来场同学会，看看别人，再重新检视自己。只要懂得找到指引，你也可以打造出精彩人生。准备好探索更多人生可能性了吗？现在就来打造你的完美履历吧。